妮妮春，妮妮虎，妮妮起大厝。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很久没有上传影片了。那我就是因为平常也很忙，然后我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拍一些跟台语有关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样，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过年的一些台语的用语。那在这之前呢，我先就是讲一下自己的心声。我觉得过年只有小孩子才过年。过年对大人来说，我觉得是很蛮烦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就是过年前就要开始准备大扫除啊，然后开始要准备给长辈啊、给亲戚朋友、小孩子的红包啊。那还有就是要去亲戚家或者是朋友家去走村啊，然后就要带礼去送给亲戚朋友啊。那你就要烦恼说你要送什么礼啊，比较大方啊，又不会失礼这样子。然后像包红包这件事情呢，你今年包的红包绝对不能比去年少哈，这是不明文规定哈。就是说今年除了你可以跟去年一样，但是你不能比去年少啊。那所以说我觉得过年真的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而且像我对送礼这件事就有点阴影，就是我曾经有就是送礼，然后被人家当面说他不喜欢这个礼物，那也就当场很久，你知道吗？可是我也蛮傻眼的，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通常我们收下礼物的时候就会即使是你不喜欢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人家都这么诚意带礼物来了嘛，对不对？但是我就是有当场被拒绝过，所以这个阴影留在我的心中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是。所以每一次过年我都会很烦恼要怎么选礼物，就是当然要去人家家里拜访的时候。对，总结就是呢，我觉得呢小孩子才过年，对，对大人来说过年就是忙嘛，然后就是麻烦嘛，然后一大堆阿里阿扎的事情要做，好不好？好，好，进入正题。我们要来介绍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台语的一些过年会说的话。那因为今天没有脚本，我很赶，对，完全没有脚本，没卡本啊，所以想到啥讲啥。就是讲好过年的时阵啊，有最近就是我去西大卖场的时阵，有发现细汉就是过年拢会食的一挂习俗啊，这嘛是拜天公吼，拢必备的物件。今日来甲大家介绍者，唔知影恁是毋是？我感觉可能较少年的朋友吼，八零后的可能对这物件较无印象嘛，但是伫阮细汉的时阵，阮会定来食到这物件。比如讲拜天公的时阵，就是你爱穿就是五谷啊、五谷啊、六斋啊这物件吼。其中有几项，就是咱伫过年的这个期间买食的哦，就是比如讲春节，吼、冬瓜糖啊、新年啊、麻辣米糕这样物件。春节好，春早，对，就是国语叫春早，春节。为什么要吃春早呢？春节是看起来就像安细条金条安尼吼，细细啊，伊个。丁中有流行者啊，所以就是你这个名叫做春者、其实它里面是没有者啊，它只是它的丁中看起来像者啊、还有这个新人、新人其实听起来感觉很陌生的，新人到底是什么名字？新人就是我们在拜天公的时候会穿一种外面的灰灰有白色的，还有粉红色的，它里底伊外口是糖包的，吼、内底是有土豆的，这叫做杏仁糖，那国语叫做生人糖，杏仁糖。啊，搁我头拄讲到的两项物件，就是麻烙加米烙，麻烙加米烙，这拢是自米做的物件哦。麻烙就是外口是用麻，
才落去煎，这叫做麻烙吼。啊，米烙就是这像这吼，外口是像爆米花的，是米，所以才叫米烙。嗯，这是咱过年常常食的物件。如果你若唔知因叫啥，对，第一项就是寸枣，再来这是杏仁，再来这是麻烙，啊个米烙，好，嗯。在这个礼教的时阵吼，除夕的时阵，咱就爱大门嘞，吼、哦、大门嘞，啊个大这个福字，啊个这个春字，吼、哦、啊拜拜的话呢，就爱拜花粿啊、金粿啊。这过年的时阵吼，因为有爱有喜气嘛，所以咱拜拜的这个金粿、花粿，吼、哦、甲这个啊贡品的管定嘛，会有差。就有一个小小的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个物件叫做村啊，好、哦，来插村啊，好、哦、插在这个花粿加丁粿加咱拜拜的物件管地，好、哦。过年够食啥物物件？除了这吼，菜头粿啊，好、哦，菜头粿代表讲好菜头。咱台语有一句俗语讲：大人欢乐无钱，囡仔欢喜过年。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过年对大人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除了忙，然后又累，对，然后对，整天很多烦恼。好，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很喜欢过年，觉得过年非常的开心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小孩子，嗯，你还没长大，恭喜你。啊，过年要讲什么好话？其实嘛，无虾米规则啦吼。过年就是你只要莫讲歹话就好啊吼。比如讲，头拄啊介绍这寸枣啊，咱食寸枣的时阵，就会当讲啊，食寸枣年年好，是不是？啊，食杏仁过好年，安尼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起大厝，安尼啊，有了了有押韵安尼，讲起来较好听。但是咱现代人应该嘛袂安尼文绉绉啦吼，咧讲拜年。个个就是恭喜啦吼，恭喜发财安尼。好，今仔日这就是咱今日介绍的过年的一挂用语。下一次若是阁有机会，再阁甲大家分享好耍的台语。今日咱的影片就到这，会记若介意我的影片，爱记甲我订阅、按赞，然后开启小铃铛哦，订阅、起赞，啊阁甲这个铃铛啊拍开，谢谢，感谢大家。拜拜。好。甜粿、花粿、菜头粿，吼、哦，啊，搁有一挂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起大厝。啊，但是咱唔免这麻烦，太文绉绉了，是不是？啊，就恭喜发财，吼、哦，啊，恭喜恭喜。